那个男人心里只有一个女人，虽然不能表露心意。你喜欢我吗？非常喜欢。不相信甜言蜜语，让你见识真正的甜言蜜语吧。阿芬，你快点逃走吧。一定要找到他。求求你别成鬼徘徊在九泉之上。一个月怎么样？一个月后你会抱紧我的。一个月后我会把你甩掉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未来戏剧台黑骑士